你知道吗？我们家的皂苷是用来洗脸的，所以你擦下去之后呢，可以马上消除你的皱纹、生长基因，可以还你一片平坦。这么神奇？嗯，小心胸前也变成一片平坦。哎呦，安啦！我还有这一罐啊，皂苷运动按摩霜。皂苷哦，你可以跟主委啊一起夫妻 DIY 增加生活情趣。哎，三八、啊、你，哎呦，反正它很简单啦，你只要睡觉前啊这样按摩个10分钟，对不对？轻轻松松的就让你变圣母峰了啦。喜马拉雅山那个圣母峰啊。啊 拜托，那个圣母峰高88.48公尺，你要让秀秀变成巨乳怪物啊？哟，主委，亏你自己是做电视的人，这广告词嘛，哎呦，广告词，可是你的广告词也未免太夸张了。郭主委，你今天是怎么啦？哎，我好心呢，我拿好东西来跟好朋友分享，你干嘛吐我槽啊？对啊，就这样。好了好了，你如果真的不想让秀买的话，那就算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算了？ 哎呦，主委、秀秀，看在好朋友、好邻居的份上，帮个忙好不好？我这个月的业绩很不理想。在，不是我们不帮你忙啊，而是我们没办法帮嘛。你看看你那个大客户，动辄十几万、20万的这样买，可是我们秀秀一个月只能买个10000、12000，嗯，8000、12000、6000。好了好了，那就10000嘛。 啊，对啦，就是一个月顶多买10000块钱嘛。那对你损失的业绩来讲，我们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啊。哎，主委，不要这样讲哦，你没有听过一句话，积沙成塔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社区人这么多啊，那我应该可以努力的多开发一点客源，然后呢，我只要把话再讲溜一点，啊，把脸再装惨一点，我才多充一点业绩是没有问题啦。可是这一次你们就先帮忙让秀先认领个10000块嘛，好不好？ 好啦，习惯快。你又不是认养流浪狗。可以啦。哎，慢点，来啊！阿妈，你是遇到什么喜事啊？笑这么开心？无啦，拄仔去做志工回来，他这么开心，我老公去倒水。哎，慢点，你知影哦？做这志工哦，我阿娘快乐，共当做是一桩真快乐的代志，你知？伊种哦，心内的喜悦哦，是伫脑腔正哦，一直甲嘴唇咧满出来，真赞。阿妈，你每天这么忙着帮别人。 啊，都在帮哪些人啊？什么人嘛有？像讲哦，你若讲较有做的啊吼，我嘛会斗相共，也是讲你要共做念嘛吼。你若要等等，这唔免。啊，歹势，我是讲哦，你若有做要找人开讲啊，我拢有人斗相共，你若有兴趣，我传你来。来来。妈，这种诶只付出啊无收获的代志，曼玲大概做起来无习惯啦。嗯，做完了哦，好处真多咧，同我熟识足真热心的朋友。热心的朋友。 我现在是需要热心的朋友，阿妈啊，我跟你一起去做志工。啊，有没有听错啊？真的。这宵夜又要污染功德会。啊？没有。哦不，哎哎，你讲那个阿弥陀佛啦。哎，那安尼哎，感恩哈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，哎，要讲这句道主给啊啦。哎，感恩哈，哈。奇怪，瑞瑞，为什么这些书跟报纸都不放好啊？ 报纸是爸爸看你又不是我看的，这报纸看完折一下有这么难吗？郭富琴是把我当个八爪女是不是？秀秀，我衬衫扣子掉，帮我缝一下。干什么啦，郭富琴？对不起。任任讲太久了，我妈在念了，不能再讲了，拜拜。你功课写完了没有？是两题数学就写完了。赶快去写来看电视啊！哦，不要看电视了。 妈妈叫你不要看电视，你也一样啊，瑞瑞，为什么每次功课都要等到8、9点才写完啊？还有郭富琴，你有时间看电视，你自己扣子为什么不缝一下？一定要等到我缝，我现在不在家，你是不是明天就不要出门了？我明天可以穿别件。你还跟我抢命啊？自视频不做，什么时候等我做？那谁帮我做事啊？秀秀，一个口一个刀怎么念？拉，一个口一个刀怎么念？刀。瑞瑞，一个错字边，一个照怎么念？好啊。 我再跟你们俩讲一次，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我不是你们家的女佣人。为什么什么事都要我做？你要累死我是不是？我们又为什么不去当我的明星啊？在这边帮你们做牛做马的，累，都不要脸。秀秀，啊，哎，你们俩脸的皮是拉太紧了是吧？再生老公孩子的气呀！不要再讲了，气死我！每天回家都是做家事，要不然就是念他们两个，没有人可怜我。 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，啊，你们要不要喝水？不用了，我们有环保杯。秀，你的心情我们可以体会的。
对，我活了20几年，要再乘以2吧。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施比受更有福。现在我的心有一股一股的热浪。更年期啊？跟你个头啊！热浪袭来的时候，都在告诉我，我很幸福，我很快乐。哦，找到你的真命天子啦？对，也可以这么说。啊？他叫志工。志工？哎呦，那年纪应该不小哦。 是他让我的生命发光发热。秀，如果你认识他的话，我相信他也可以带给你成就感，而且你会重新的喜欢自己的。嗯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志工哦，志工哦，哎呦，你去参加志工团体哦？对。哎呦，那他真的可以让你的热浪重新燃烧？真的。真的。 那我考虑一下好了。哎，但是伟如啊，你这个眉毛中间这个什么东西啊？曼玲啊，我们刚刚去吃红豆汤的时候，红豆溅到我额头上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啊？孟兰，笑，敢问敢问寒。 小雅，来来来，年轻人来个照，出点点子，到底亲生或要表演是什么新鲜好玩的事？玩光游戏怎么样？就是光可以去指定人做任何的事情。哎，算了，反正青椒、直田肚脐的事情，你们一定干不来，算了。小雅，他们是不可以和这个工作，我可以胜任。对象有可能是阿嬷哦。哎，今天你妈没煮饭了？我妈一大早就跟曼妮阿姨去参加什么志工活动，嗯，花医生你不知道？ 哎，我管不了他，只要他不管我了，我就自由就好了，随便他了。哎哎，对了，哎，这个秀秀一早也出门了，他也没告诉我他要去哪里。有。嗯，秀秀，你怎么穿这样？甘文兰，我早上告诉你，你忘记了。曼妮师姐。啊。魏如师姐。阿嬷师姑。哦哦。甘文兰。哇塞，你们是哪家师傅店？怎么穿这个样子啊？ 哎，师兄，我们这是幸福功德会自五令堂欧北兰公，安尼照口业哦。啊，师兄，抱歉抱歉抱歉。哎，下面是幸福功德会。幸福功德会啊，就是一个旨在帮助大家找到幸福的志工团体。对，而且我们的分会遍及了全台湾各个角落，不管是急难救助、辛勤物组，只要你需要帮助，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。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，多少祈祷在心中，请你把爱心散播到每个角落，让世界看不到黑暗。 幸福像花开放。甘文南，哇，好像那个义工队的哈。师兄，哎，我的便当传好未？我们要去服务啊。哎，电脑没电吗？师姐，你们的便当。甘文南。甘文南。哎，纳豆，嗯，你升级当师兄了？哎呦，我下班也去做志工啊。 你做志工，怎么你看起来跟他们不大一样？让世界找不到黑暗，幸福像花开放。甘文南，到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志工就在我身边。师兄，甘文南。哎，师兄啊。 昨天没有帮我当衬衫的。哦，我昨天志工服务回来比较晚，而且我还要帮会里面编一首歌，我没有时间帮你烫衬衫，你体谅我一下嘛。可是这怎么皱？哎，你可以当做是我师兄三宅一生设计的衣服穿啦。一生米亚吉。哎，是你们师兄？听说这个三宅一生跟我们功德会很有缘哦。不是，你今天干嘛穿成这样？哦，因为我今天没有课啊，所以我还可以去当志工。哎，吃早餐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 妈妈，我找不到我的袜子。袜子，哎呦，这边刚好一双，来，妈妈，这好像是昨天穿过的。
好几天没有洗袜子，没关系，你将就一下，穿着。人家不要了，好臭哦。臭？不会啊，不然你今天先穿着，妈妈去买新的，帮你预备着，好不好？快。不是，他的袜子没洗，那我的袜子也没洗啊。狗主心中留，臭味穿肠过。你觉得不臭，他就不臭啦。舅舅，妈妈去南部进香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大概在3-4天吧，我也不太知道。可是他不是去进香哦，他好像去参加那个志工讲习。啊，那我们还要这样子过3-4天哦。不是，秀秀，你不能一天到晚只忙着外面的事，不顾家里的事。什么不顾家里的事情啊？你也是住在这个家里面的人的，你还是护长呢，为什么你就不帮我洗衣服啊、做菜啊，然后扫地啊？我知道，我跟润润都很需要你，可不可以？我知道你们很需要我，可是外面还有更多可怜的人需要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有能力，应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而且我觉得这样行善是非常好的事情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成就感，我觉得我又重新活了过来。跟我在一起是死的感觉啊！不要造口业，不要造口业。哎呀，那这样我们怎么办？我跟润润很可怜的。啊，我来不及了，赶快去吃早餐。啊，早餐，很简单。这个冰箱里面有蛋，还有油啊、瓦斯炉那些，你们自己都会弄，赶快去弄。好，拜托拜托，我要走了。啊，妈妈，你们要帮我绑头发啦。小郭，刘文啊，我帮他绑头发，我还送他去上学。不是，笑笑，哎呦，我上班会迟到的啦。哎，润润，赶快，就早餐不要吃，先去上学。佛祖心中坐，肚子就不饿了。干温啊，弄皱，这样才一体。这样够重了，啊！快！我真的爆香之后就放鱿鱼。哎，保利龙放下。哎呦，这做菜怎么那么困难呢？啊，怎么办？哎，啊，润润啊，润润啊，爸爸晚上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快下来，润润。哎呦，我忘记接润润了。哎，郭祖伟，你在家？怎么搞的？我刚刚看到润润一个人走回来，我以为都没人在家，所以陪他上来看看。谢谢。哎，润润，不好意思啊，爸爸忘记去接你了。中午忘了送便当，晚上又忘了来接我，你们干脆把我送到孤儿院去嘛。哎呀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爸爸真的忘记了啦，对不起。郭祖伟啊，你这样子未免也太粗心了吧？现在小孩子走失的事件这么多哎。哎呦，真是，就下午秀秀打电话说叫我突然要去接润润，那我刚好在开会，我就一时就忘了。哎，这什么脑袋啊？那秀秀姐去哪了？她说什么要去帮什么独居老人整理房间啊？那她要不要先把家里面的环境先整理一下比较好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回来。妈，哎呦，阿舅妈出事了，就查头哟。不好了。妈，爸爸妈妈不要我了。别，伊唔敢，伊唔敢，伊若敢哦，我就甲伊骂。等下落寿山，3分钟甲讲清楚，即摆是安那。阿妈，整件事情啊，我最了。社区没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嘛。啊，就是啊。所以整件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。3分钟刚好到，我真准时。阿妈有什么问题再问我就可以了。郭祖伟，你要保重啊。恁吼，啊我才去出去一时啊，囝尔，啊恁就甲厝母甲安尼啦。啊我嘛唔知你到底是去厝的创啥。哎呦，哦，哎呦，阿兰，哎呦，这怎么讲啦？阿兰，哎呦。啊，尖呐！哎呦，尖我来叠加啦，昨找几波拢找无，原来在碰伊啊，我足惊伊插着润润的。哎妈，多谢你的屁股呢。嗯，抓到。让世界看不到黑暗，幸福像花开放。幸福功德会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让我们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哎，师姑讲师回来了。卖给我师姑。妈，卖叫我妈妈！你看恁厝母甲变安尼啦，啊！啊，即马是咧创啥哈？你看恁人甲恁囝，来，我再看者，有像流浪狗无？安尼了吼，你就失去哦做志工的意义呀嘛。可是我们是去帮助那些很可怜的人哎，而且我们这样很有成就感。成就感？啊，你感觉恁兜怎尔乱，你就有成就感了？哈，无你叫小郭哦，甲润润哦，啊，计较足可怜啊，咱请哦志工来甲恁斗相共啦。我志工电话是几号？麻烦他们来照顾这里有一个独居老人。还有孤儿，拜托。好啦，真侪吼需要斗三工的人吼，因为吼因就是欠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啦，哈。咱做志工哦是一件好代志，
啊，不过你嘛袂当甲第一名吼，甲上尾啊一名安尼甲颠倒变啊。阿妈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是说做事情不能本末倒置。嗯，感恩哈。我做志工哦，做遐尼啊久，你看我厝诶，搭一件代志无做好诶。对啦，阿妈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出门行善，在家作孽，这样也不会有福报了。嗯，感恩哈。啊，恁两个，啊，恁两个嘛是同款啦，哈，啊，你敢有做好妈妈？可是小易说，我不管她才是好妈妈啊。嗯，啊你咧，你敢有做好牵手？那花一航叫我不要理她才是好太太啊。哎呦，迄拢嘛是伫甲恁塞奶。啊！恁两个才家创啥？竟然等你反省反省啦！哦，哎，伟若，你要注意一点啊！那个小易他可能去垦丁了。啊？哎，那花一航呢？他说要去火星去玩玩。阿丽咧？幸福像花。免阁开花啊啦！竟然去反省啦！小哥阿丽咧？啊？我要反省一下。你嘛要反省啊！反省啥？反省啥？啊，厝的拢无做好啦，呾你啥拢要靠修修。阿公阿母本来就是爱互相啊嘛，对无吼？啊，你个修一下，买啊嘛，甲修修一下，安尼就干啦。阿妈，我你唔免反省啦，来，阿妈抱一下，修修修。啊，大家拢反省吼，干啦吼，你。